直接把器具吊起来砍。那这个发型发得很凶哎，他是，看、这个好可怕哦。可惜你是外来种，你的命运都是一样的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什么？哎、欸，大的哎、欸！不是，哎呦，来吸掉了差命。觉得钓溪鱼的人都变态了，这种也没吃午餐的例子。夏天到就是泡泡水，钓溪鱼。那这次在钓溪的过程中，我们加一点不一样的东西，我们直接把溪鱼钓起来烤。哦，真的？对，就是要来一点不一样，体验一下国外不是很流行，有一种叫什么 catch and cook， 就要说看能不能钓到不同种的啦，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做一些比较性的东西。主要溪不是通常都只溪鱼而已吗？我不知道，等一下钓到看就知道了。OK， 那就让我们 Let's go。我觉得真的觉得那边点比较好，因为那边好。小溪鱼，小溪鱼，哇哦，哇哦，哎，这是怎么红红？哦，哦，这好哇，发春了，不是发情了？哎，这好红哎，太红了吧？哇，它发情，我还以为它受伤哎，它这个发情发得有点凶哎，它是，看这个好可怕哦，这好可怕。我们拿去我们的鲫鱼箱哦，这里面，我们等它装多一点再看看。对啊，它会不会在里面繁殖啊？可以。我们现在有一只公的马口，我们需要一只母的马口，你可以抓出一窝的马口的。对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工富裕计划。马口要不再需要富裕好？哦，是不是罗汉还是什么的这种？对对对，我刚看到就是这个罗汉呐，这罗汉。罗汉，这我们要。嗯，清除外来种，清除外来种，对吧、啊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好，那来装起来吧。午餐，哎、欸，它好漂亮哦。对、啊。可惜你是外来种，你的命运都是一样的。对、啊，这边需要减少一些东西。哦，林子，怎么哇？这干子哇？这是我的本命鱼吗？对，我把它吃掉了。午餐有着落。哦、你的午餐终于有着落了。哎、欸，这什么？什么？哎、欸，大的哎、欸！不是鲫鱼，不是，这什么啊？曲腰吗？这什么鱼？这什么鱼？哎、欸，对，曲腰呢？是曲。哎、欸，我有中统鱼可以吃了！耶！钓鱼吧！耶，我们可以吃总统鱼了。哇、哦，今天当总统就对了。耶、yeah ！好吧。哦，我们的鱼货很丰富哎、欸。嗯，三个鱼都有，三种不同口味。对。好，我们在鱼都收集完了，我们就准备让我们的大厨登场了。噔，大厨，好，那就麻烦你先把他们生命。为什么是我？是，我，先调味，来调味，使用的是万用胡椒盐，试试看原味的。你淋太多了吧？淋太多了吧？这么多没味道是不是？是完全没味道吗？海鱼的话应该还会一点味道。海鱼自然盐味调。对啦，这个是我们的罗汉。对，罗汉不知道平常就钓到它，那觉得不会想吃。这次来干净的溪水试试看它的味道。嗯。肉质是好的，是哦。我觉得胡椒盐很好吃，重点是胡椒盐是不是？对对，我给你们两个吃一口啊。有没有像什么天国的口感？是什么？它的肉是偏嚼劲的 ，Q 的、啊，是会弹的，是嚼劲的，对不对？你觉得？你咬下去，不错啊，其实弹，这还不错哎，还弹牙，你觉得还不错啊？嗯，不错啊、好吧，脱衣服。哎、欸，它衣服超好脱的，你那次好脱吗？好脱啊，因为我们是皮把它偏焦一点的。你看它整个这样子，哦，直接剥开哎。对。哇，这样感觉很鲜嫩哎。你看，哎、欸，感觉很好吃哎、哦。那你里面是要撒一下？马口哎，第一次吃马口哎。怎样？怎样？啊？
棉花，棉花，看棉花，所以你是吃棉花吗？嗯，跟棉花糖一样，真的假的？很绵，肉是细质的，细，嗯，西鱼肉的话都很细。你看不一样的东西，好细很细，好绵哦，超细的，超棉花，好棉哦，棉花，棉花，怎么可以这么绵？喂我，仔细看看，吃质感不一样，棉花，用舌头就可以把它压扁的，对啊，棉花呢？神奇哦，嗯。棉花，我叫棉花口，我有讲棉花了。好啦，然后那我们换这个重头戏，副总统，他是那个叫什么？木孔，木孔，这好像很多哎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直接试试看看哦。它的肉跟刚才那个马口跟那个罗汉有点不一样，就像无骨鱼，真正的无骨鱼的味道，然后也是。有一种自然的鲜甜，我的话我会觉得比较难以咬断，那中间就是肉咬下去的时候会比较韧性，嗯，然后龙眼那只的时候是咬下去它会比较肉质会是这样子的，嗯嗯，对，然后那个一只花枝是咬下去就这样，棉花糖，它真的很沉绵呢，很绵密。我觉得这三种鱼都是适合吃的啊，但是就是木孔这只木孔就是刺太多，还是一切都要感谢为。大自然，不行，我实在对大自然太感动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干嘛？我对大自然膜拜。那要不要亲吻？亲一下石头。谢谢你，9527。谁？OK， 那影片到这边了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有了，终于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